徐爱森老公徐亚军有三个宝贝女儿，听说女儿莉莉迎来了16岁生日，徐爱森特地为她举办生日派对，并晒出一张母女合照，祝福女儿生日快乐。徐爱森在文中表示，女儿一直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多彩多姿，相信女儿的未来一定会充满让她热爱这个世界的事。文末也感性告白称，妈妈会永远支持你，爱你。温馨的母女情感动众人。没想到不久后，徐爱森又分享了一张自拍照，脸上的表情十分不悦。原来莉莉在派对上询问妈妈什么时候要走，让小 S 抱气形容这是自己人生中最羞辱的一刻，更直言自己可是国际巨星，不是什么派对都会去的，还开玩笑称女儿是死孩子。贴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大赞母女俩的互动十分有趣，也笑称莉莉是担心被国际巨星抢走风头啦，而且可能有妈妈在的话跟朋友没办法放开玩呢。Bye.